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的第一个 vlog。现在呢，我正在厕所里。我现在正在准备我的第一节汉语课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心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激动，因为从来都没有尝试过教授汉语课。我现在很担心我讲的内容大家很难吸收，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在第一节汉语课都有什么样的学生会过来。现在呢，我正在准备这个 PPT， 而且还没有准备完，但是离课程只剩下了不到2小时。好的在于，我教课的地方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非常近，所以我大概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走到。我教课的位置是在鄂木斯克本地的国立图书馆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场所还是相当的正式的，也相当的大。所以说我现在要准备我的 PPT， 这样我才能有充足的准备给这些未知的学生上课。
Bye.